先讲最感动的是三十年不容易。我觉得你们的发行人，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能把这个精神一直支持下去。今天我跟我先生也想到了，三十年是对什么企业来讲都是很成功，而且是要很努力的。那我觉得希望天下杂志把这个精神一直支持下去，为台湾，为我们大家，那我真是恭喜，而且我是觉得很佩服你们的精神，加油。